第一次直播啊，就有朋友在直播间问我，说道长，直播是为了什么？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舒服，什么为了兴趣，为了情怀。我的想法非常的简单啊，我的动机也非常的单纯，就是两个字，搞钱。其实99%的主播，他们直播都是为了赚钱。在这个网络上面，有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有钱人和土豪？有的只是来赚钱的有钱人，来赚钱的土豪。作为一名美食博主啊，我在直播间的赚钱方式呢，大概有两种，一种呢是 PK 收礼物啊，一种是带货。我为什么不选择 PK？ 你看我这长相，其实还是有点长相啊，主要是因为呢，我不想靠脸吃饭啊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呢，没什么挑战性，所以我选择带货。而且带货的话，我下播了，我能赚到钱，大家伙呢也能收到自己喜欢的商品。这时候就有人说了啊，我从来不在直播间买东西，直播间的东西都信不过，那这就片面了啊。在线下商场里买东西，还有好货跟差货呢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辨别能力。就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三包万能清洁巾，它是布啊，可不是纸，它完全可以代替抹布，更加的卫生。它是厨房的好帮手，它可以吸牛排身上的水，羊腿身上的水啊，它可以当蒸布，你在蒸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它铺在蒸屉上面。它还可以当滤水布啊，比如说开水白菜的汤汁就是通过它过滤的。它还是超大洗脸清洁巾，我这张巨脸就能轻松的铺盖。它脏了之后还可以水洗，重复使用，就是这样一个产品，一包60抽。三大包在我们这买只要59块钱，官方旗舰店，你觉得不靠谱吗？
你们，谢谢，干你们了，敬酒两杯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中国四大名鸡？今天我把它们全部买过来了，我们来尝一尝到底好不好吃啊？分别是福利级烧鸡、德州扒鸡、道口烧鸡、沟帮子鸡。有的人说这个福利级烧鸡起源于汉代，1959年的国庆大典上被誉为啊国宴名菜之一啊。那德州扒鸡呢，它是起源于明朝；道口烧鸡呢，是清朝的顺治年间啊。那沟帮子鸡呢，它始于啊清朝光绪年间。所以各种各都是历史悠久。谁说德州扒鸡？我没有选择德州的传统扒鸡啊，我选择了一款德州的熏鸡啊，是扒鸡的一个衍生品啊，因为它非常好吃，我经常吃，拿它正好来做一个对比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把这些鸡都拆开。给大家来个特写，福利级烧鸡、德州熏鸡、道口烧鸡、沟帮子鸡。单从这颜色上面看啊，沟帮子鸡和这个德州熏鸡啊，看起来更加的诱人啊。我们赶紧来尝一下。看看德州熏鸡的颜色，道口烧鸡啊。吃完这四只鸡啊，我有点失望，居然没有一款难吃的。福利级烧鸡香料用的足，香料味比较重。德州熏鸡它的烟熏味恰到好处，非常的香。道口烧鸡越嚼越香。沟帮的鸡色泽漂亮，口感 Q 弹。这么好的视频不挂个购物车是不完美的。所以呢，我给大家推荐我经常吃的德州熏鸡，我觉得你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失望，是先烤后熏，试一试。